台山站很漂亮的，侨乡之美。你后生活站几靓啊？买衣买买过桥面，要黄牌呀？服务费哇！不过咪张桥就系单分岸啦。哦。一日嚟啦，上班咧時間嚟啦。哦。上班時間咁咪禮拜啦，禮拜六啦啲冇按上班嘅，一般禮拜。日日都放啲啊。嗯，可多啊，哈。哎呦，哎呦。不要这样，混在混在混在。要穿鞋。我先要翻到个两号。向二屯。诶，向二屯。问大你先，嗰个张马良讲佢唔懂你。系真系。哇，好大只，好大一只。系，我呢有九个爷爷包蚊俾你啊，都有噶嘛。一黄花嘅，黄花。你系上班喎，八十。哦，好大只。你一百八十，你两百。诶，可能几多？到处都是海的味道，闻起来都是腥腥的。哇，楼上加工，楼下海鲜，几浓。咁啊，几浓到咁滞？大概五个人。旁边，哇，你看，好味道。我在这个，这地牢了，没那么。好多鹽，將啲嘢當啲攞啦。點解水都唔得滾嘅？八十度都好似我中過，唔得滾到。啊？唔得滾到好似我中過，而家八十度唔得滾，唔難嘅，把褲就咁。唉，真係嚟釣蝦，你食嘅先啦。好肥啊！真冇肥。啊，人哋人哋揾你都嚟喎。哦，真係好啊！人哋人哋就係食啦，你擔上啦嚇。啊，唔該。起好先点啊，把件云吞你真搭啲肥。分分够嘛，多谢嘛。吓你吓你吓你，啲人都未得晒，你一呀？好大的鱼！这里就是家乡的海，家乡的海永远就是黄色的，但是你就是很喜欢它。现灰现得啦，果啦，我咪整啲个避风板咯，果整啲得啦，果变个灰乜嘛？诶，前面又一望就系大灰啦。然后佢做乜嘛？做大楼喎，乜嘅？哇，好多网定哇！加六啊！啊？加六啊！唔系加六啊！你做乜鬼？借三十蚊，你啲银针要去啦，你八十蚊就还你。三分钟先得俾。我同一对前两个门路啦嘛。一个上边，一个东边噶嘛。哦。好似一幅画嘅。想好好辛苦量的嘛。如果可以嘛。总在这，这很烦。哎呀。嗯。
嗯，好甜啊，康姐。啊，好香啊！好似啲鹌鹑嘅，打佢嘅时候。系啊，有阵鹌味嘅，啊，嗰啲都有人拨嘅。咩叫嘛？梗系阿叫啦，呢个都。好味啊！好嘅，好嘅，就阿伟你。诶，好嘅病嘅。嗯，得啦，做紧啦。病嘅已经多啦嘛。得啦，冇所谓。我煎一下佢就系。煲咗只煲仔粥。你做咗啫嘛？做咗啫，哦，啲治骨粥嚟噶。嗯。哇，佢锅饭啊！